好，直接进去逛了。来到华山的小日子，哇，这个日子感觉真是舒服。午后的阳光，午后的阅读，午后的咖啡香，哇，午后的文创，哇，真是有趣耶，好漂亮哦，耶，超漂亮的。来看一下吧，哇，超美的，哇，午后的阳光令人舒畅，阴霾要扫掉，阳光要进来。好，继续往前走吧。哇，好像得来一杯才好咯。OK。小日子的杂志桌。这个杂志很不错。都变成古典美人，一碗难。好，拍个照。很特别的一个卖场，卖的都是用太阳晒的纸张啊。让我们目不转睛。后面那一串呢，我们来看，超可爱的，哇，有美哈、哦！没想到经过阳光的洗炼这么美丽，哎，虽然没有水分，但是有味道和驱蚊包。OK， 再来，哇，菜瓜布一大串哦。OK， 好，再来看那个干燥花、干燥种子那里，啊，哎，那做摆设。叫做晒，为什么叫做晒呢？因为都是干燥的，哇，超漂亮的，干燥的作品，干燥花、干燥布、干燥菜瓜布、干燥材质所做出来的文创耶，超美的耶，哇，窗外，哇，窗内，哇，好可爱哦，不同的材质哎，说说看吧，摸起来如何？啊。哇，和纸、麻纸、水纸，哇，还有旁边有英文报纸、压花纸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哎，你应该很喜欢哦。OK， 我喜欢的人属于他的阳光。哇，晒了365天，哇，日晒365天所做出来的生日书呢？我看，再来，真有趣。喜欢的人有阳光的味道，在前面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啊，有分日晒几天呢？0天，一直到365天。哇，整面墙找到我的生日书啊，1120，看有没有意义了，就快到了，下礼拜二。穿越许多时光的。回廊，对呀、啊，的确是哎，他也这样写，200厘米短巷穿越百年长河，的确是，我就是有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墙面上次来的时候是阴雨天，怎么样也不觉得漂亮。今天有阳光，阳光真漂亮。